哎，日本人要求现铜现铁的日期可到了啊！听见了没有？赶紧准备！我知道了。赶快！爸，怎么了？我还得送牛奶呢。哎，送牛奶的，哎，磨蹭什么呢？快过来呀！哦，这个大洋马，别理他。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，里边，快！哎，牛奶，牛奶！李进，哎，你看啊，不知道是谁塞进一份报纸，这里面还夹着封信。你爸爸我不认字，你看看上面写的吗？司马家书，这是老爷来的家信呢。你看准了，真的吗？真是老爷来的家信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！爸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老爷他来信了，哥哥。这是老爷来信了，你快看。说起来真是奇怪，一早上啊，就有人把他塞到门缝里，是季先生，是梁月汉，还是吴三刀，到您了不像啊。快把孩子们叫过来。好，我去叫。你老盯着窗户看什么呢？他们家肯定有什么喜事，瞧把哥哥给乐的啊！啊！你这哪发现了吧？妈，什么事儿啊？干嘛呀？你这把窗帘拉上干什么呀？哎，赶紧拉上，赶紧拉上！哎，大洋马一直盯着我们看呢，让他看呗，这有什么的呀？咱家又没有什么秘密。你过来。亚秋，爸爸，请进入屋。妈，逃难失散后，吾与若冰颠沛流离，饱经战乱，是爸爸来的。终能活在巴蜀，实乃全家之幸。吾虽身在巴蜀，却常忆起你我双栖之小洋楼。我爱你，我爱双儿、聪儿。但愿长夜过去，吾与若冰能很快吃到爱妻做的奶油栗子粉。稍等一会儿，
李子章，早。早。你交代我的事情已经办妥了。什么事？你交代的事啊。哎，祖爷。 我发现，这毕子章见到你的眼神，魂儿都丢了。他刚才跟你悄悄说什么了？他说我交代他的事办好了，我托他办什么事了？这狗脑子！怎么了？你给哥哥那封信呢？什么？ 小姐存多少？小姐，请稍等一会儿。刚才这女的是我邻居，姓黄，叫黄依依，演电影的。 演多了，他好像演过这个《长空万里》一个女孩，还演过，不对不对，不是，好像是《塞上风云》呢。也不对，哎，我这狗脑袋想不起来了。哎，花小姐。 你演那个电影叫什么？不是《长空万里》，是什么来着？《青年中国》。哦，对对对，你看我这记性，《青年中国》。那个啊，我同事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也是狗脑子。 他没演过什么《长空万里》呀，《塞上风云》，他演的是《青年中国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啊，这妞啊向我打听你来着，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，怎么样？我给你们俩凑合凑合。27号。 小佳呢？这位。哎，老同学，下班去新林轩吃饭啊。若冰楼君去了，我得回家做饭。我又当爹又当妈，当得不错吧？那是。 现在想起来，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再馋我也不去。
你别忘了，我是吃天津狗不理包子长大的。嘿，宋凤西，等一会儿。哎，老同学，这狗不理和心灵轩可是俩码事儿。你别看这门脸小，他可是郭沫若这帮文人墨客给捧红的。这门脸小，可他的，嗨，这跑题了。哎，请阁下吃饭，可不是我做的，我是受人之托。受谁之托？29，老同学，谁请客你都可以不去，可密子昌请客，你绝不能驳啊！为什么？哎，我说，这密子昌条件蛮好的，西南联大毕业，老爷子是党国要人，老妈跟蒋夫人关系走得很近呐。再说了，这抗战看到猴年马月，谁知道啊？你学学人家行长，啊，娶了个抗战夫人，多美呀！我要是你，长得跟万人迷似的，我早就娶她半搭了。是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跟格格的爱情深厚，我是理解的。可他在沦陷区，你在大后方，你这天天的耍单受得了吗？要不然你也学个时髦啊，先跟密斯张同居。你还讲？哎，我可跟你严肃的说啊，你那封信可是密斯张请他爸爸从地下管道转过去的，你就是为了感谢人家，你得去心灵轩应酬一下啊！徐美金，哎，长官，那个下班了。军赠要务，快！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哦，好，好，好，美金，军委会的，快，啊，快点。大家拼命打回去，哪怕我口尝。美金来了，快跑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
一恒支援，好，危难中保护国家金库，好样的！谢谢，先生，请留下你的大名啊，司马祖荫长官。 忠义谋国，忠奸不拔，寻为银行界之楷模，应予明令褒扬，特颁忠正纪念章一枚，以资激励。 下面请我们的英雄司马祖荫先生上台授奖。 齐叔叔，那些官员都是谁呀？哦，听说是国府里的大人物。祝贺你，谢谢。祝贺你，谢谢。 兄弟了，记得，你是那一位长官吗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兄弟是郭新哲，对，我们在医院碰过面嘛。怎么样，你夫人好吗？什么？我问的是贝勒爷的千金，雅秋小姐。<笑>看来你还是没有想起我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啊！ 祝贺！谢谢。司马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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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，抱歉，大家抱歉，我们司马主任还有事情，下次接受大家采访，好吗？好，抱歉，抱歉，司马先生，司马先生，司马先生，怎么样，神气吧？嗯，神气。 急功好义，这是政府对您的评价。爸，您太棒了。没用，没奖金。爸，那您就借我带两天吧。随便了。谢谢爸爸。卖报，卖报，新华日报，扫荡报，中央日报，汉报，汉报，临近买价，多西重聚，陪都频频聚落单。
喂，我是。请问哪一位？是我呀，大主任。我，听不出来我是谁吗？对不起，请问你是哪一位啊？哎呀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连我都想不起来了。你还记得那天是谁给你献的花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黄小姐。嗯。爹呀，马上开拍您的戏了。晓得啦。请问有何贵干啊？今天晚上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有点事儿脱不开身。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再见。请进。主任好，有事向主任报告，不知主任有没有空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小子少跟我来这一套，快坐。什么事啊？哎，下班有事吗？又去兴林轩吃包子？ No， 哪能请大主任去那种小店啊？别油嘴滑舌的了，说吧，晚上我请客。Miss 张，请你去他们家公馆。去他家？啊，国府的大人物，就是郭新哲的长官。哎，祖爷，你能捋一条龙门，成为银行界的后起之秀，这都是密子章他老爸给提携的，你知道吗？老兄啊，你要是能攀上这个大人物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蹭蹭蹭蹭蹭蹭往上爬，哎呦喂，都看不见。天气太热了，你先睡吧。哎呀，叫你睡怎么不睡呀？行了吧，您别骗我了。我一看就知道，你想我妈了是不是？哪有，没有。爸爸，我这几天一直都在做梦，我常常会梦见妈妈、弟弟和妹妹。我梦见他们接到您的信了，然后一块儿唱啊跳啊哭呀。我梦见自己一头扑进妈妈怀里，突然间我就飞了起来，飞得很高很高，妈妈就在后面追。我说妈妈，你也快点飞起来啊，飞起来啊。爸爸，我真的是太想妈妈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家人很快就可以团圆了。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呀？打败侵略者的时候。真的吗？打败侵略者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到小洋楼，跟妈妈、妹妹、弟弟一起围在一块儿听你讲故事，是吗？到时候还要听你唱歌。嗯。我的家庭真可爱，长姐妹们又安康，兄弟姐妹很和气，父亲母亲都慈祥。虽然没有后花园，春来就会常飘香。虽然没有大厅堂，冬天温暖，夏天凉。
些像宫里的东西，当多少钱？我先看看你是不是货。这婴儿枕看着像是宋朝定窑的东西。太太，咱屋里谈谈得。请请请，伙计上茶。大伙儿看看，这杂货面里还插着锔末呢，这是给人吃的吗？我们给退了，退了，不能要这个，不能吃这个。小日本还把我们当人看吗？给我们换！换！不是，中国人们为什么都要被欺负呢？给我们换！换！换！怎么了，二哥？哎呀，这个小日本往粮食里边掺老鼠屎了。一会儿啊，去我家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大事。换，给我换！换换豆哥。啊，哥哥。今儿淘换点大米。淘换大米？收到信了。庆祝庆祝！玉莲还好吧？好个嘛，隔三差五的闹腾。过两天我去看看他。您别去，他是疯子，他急了能打人。看见我他不会打的。谁说的？妈，什么事儿？来我房间一趟。来了来了，赶紧的。别忘了淘换点大米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好。本人说了不许听他们播的。哎呀妈，人命关天呐你！也没关系的。等等，都大声点！精神，扰乱吾后方之秩序。司马祖荫正气凛然，临危不惧，保护国家财产，忠以谋国，忠奸不拔，寻为银行界之楷模，应予明令褒扬，特颁忠正纪念章一枚，以资激励。叫大声点！藏起来，藏起来！哥哥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没有事儿。小鬼子在门口演戏呢。是爸爸。你爸爸终于有消息了。庆祝下。嗯。谁呀？谁呀？进来。伯母好，伯母好。哎，啊，你们先聊吧哈。你说找我们有大事儿？什么大事儿？说。你得要多少？十斤。十斤呐，又不够了。行了，有多少算多少。啊，
帮帮他吧，藏哪儿呢？啊，对对，好，我去指引一下。别出事儿啊！别出事儿。哎哎，吴爷，吴爷，我说导演啊，你耳朵聋是怎么的？还成仙？没有。是不是要铁呀？对啊。那。哎，少爷，拿这干嘛？哎，我说你家里痰桶、尿盆都给我拿来多好，你打我当收废品的了。吴爷，实在不行，您屋里先喝口茶。啊，等等等等，别拿茶水搪塞我。今天上午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日本人的要求期限就在今天。吴爷，我们家呀实在没有别的线的了，您看啊，铁锅、铁铲子、铁门框。哎，少爷，实在不行啊，我们家门后边还有把大铁锤，拿呀。还有铁锤，赶紧拿。大铁锤有多大啊？嚯！哎呦，这个还有点分量啊！接着，你刚才说嘛？你家里还有个铁门？哥几个，给我卸门！等等等等，吴爷吴爷，什么意思？少爷少爷，这没有你的事儿，回去做功课。你进，走，别惹事儿。哎呀，吴爷，这门呢，整个是个木头的，就靠这个铁啊拔着它呢。把这拆了，门就散了。万一晚上闹贼怎么办？闹贼能办？闹贼你找警察，闹撞客你找烧香跳大神的。卸，铁吧，给我卸门！别别别！哎哎，别别！少爷老总，少爷老总，少爷老总，住手！住手！什么门？少爷，你对面家也是铁门，为什么不拆？对面铁门，哈哈，那是我们局长的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局长大人跟日本妖精、妖精同嘛，好朋友，能拆吗？狗仗人势！这嗨，你小子敢骂我？你再骂我一遍！狗仗人势！八嘎！别胡说呀！你们打人，打！奋力打！别打呀！哎，别动手啊！别动手啊！你这有你嘛事儿？走！好小子，敢打我！打呀！别打！别动手啊！有你嘛事？走！要拆就拆吧，不就是个门，让他们拆吧。哥哥说出话来就是不一样，通情达理。哥几个，拆！让开！三道，住手！哎呦，报告局长太太，不不不，报告师娘，这点小事您何苦还亲自来呢？现铜现铁，也不能拆人家大门呀。谁叫你们这么做的？我们家那口子，啊，对对，啊不不不，不是，这是日本人的命令，日本人的命令。我说呢，要是我们家那口子下的令啊，我找他说道说道去。还站在这干嘛呀？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是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说对，走，静存点，走。谢谢严太太。您楼上请吧。您还是楼上请吧。Thank you.
谁的屋啊？哎，我的房间。哎哎，你打我干嘛？我打你。哎，你打我干嘛呀？你打我干嘛？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我。哎。男孩子不懂得整理房间。这鼓鼓囊囊的，不会有什么吧？明儿我再给您府上送点来。您府上门牌号码多少？行了，您呐，别啰嗦了，你记。赶快。八哥。洋货吧，有弹性。菲律宾木头，是。哎呀，这菲律宾木头就是好，有弹性哈。哎，司马太太，咱们做邻居可不少年了。哎呦，我这参观您的公馆，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呢。听说。这小洋楼是贝勒爷送您的陪嫁。嗯，是。无奈何岁月长。